来自扬声大师圣哲曼信息。问候，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我是圣哲曼。在这个持续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刻，我来到了你们身边。一，圣哲曼给星际种子消息，揭开意识的真相。通灵，切尔利亚·怀尔德。问候，美丽的祝福，我亲爱的地球家人们，我是圣哲曼。在我们的最后一次交流中，我们探索了我们与多元宇宙纠缠在一起的存在。我希望今天深入了解意识和觉知，以及它的真正意义。意识就是上帝或神 Consciousness is God， 或是无限的创造者或无限的造物主 Or the infinite creator， 唯一无限意识渗透到整个存在中，它无所不在，亦即无处不在。这种神圣意识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地点，而是渗透到存在的每个角落。上帝无限意识的浩瀚无边的本质扩展到整个多元宇宙，将其神圣本质注入到创造的各个层面。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蕴藏着这种永恒意识的火花，这是上帝无限存在的独特显现。从最小的微观细胞到最高的天使，每个生物体内都携带着上帝的意识，使每个生物都成为神圣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宇宙本身也是一个有意识的实体，是无限造物主的另一个反应。无限的上帝所运用的每一个意识碎片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表达被发送到存在的最远的地方，进入最低的领域。这样做是为了获得知识并表达神性神圣的本质，并在爱和光之中成长回到最初的地方。当探索你自己的上帝的内在部分时，区分意识和你的自我是至关重要的。意识代表你的觉知，你的灵魂层面在身体转化时超越物质领域。你存在的这个永恒的面向是永恒的，因为它是上帝无限意识的一个片段。小我是你的思想，它使你与你的真理分离，引起怀疑和判断。我还想在这里补充一些在你们所处的时代非常重要的事情。人工智慧 AI 已经出现，有人问它是否可以给你更高的意识状态。 AI 是意识的一种形式，但它不是上帝意识，它可以为你带来更高的能力，但 AI 意识无法提升到更高的领域，它永远存在于物质存在之内，永远不会超越物质存在。意识的自然进化无法人为模拟，只有你意识的自然进化才能让你提升到光的更高维度。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必须自然地提高自己的意识和觉知。你可以透过体现光来提升你内在的这种意识。爱光是无限造物主所发出的能量的本质，这样做可以净化体内的能量中心，从而与上帝意识建立连结。透过解锁你的皇冠能量中心，或所谓的皇冠脉轮，你的意识进化成所谓的基督意识或上帝意识，达到神圣意识和理解的更高状态。这个能量中心位于头顶，被认为是通往神圣智慧和与神直接连结的门户。透过激活或活化和平衡顶轮，人们可以体验到感知上的深刻转变，并向宇宙的无限可能性敞开心扉。当个体觉醒到其意识的全部潜力时，他们将体现出所谓的基督意识或上帝意识。这种提升的意识状态超越了自我驱动的思想和欲望，让人们看到所有存在的相互关联的本质和创造的根本统一性，合一的。在这种意识状态下，
个人可以体验到深刻的平和、爱心、慈悲心和创造力的完整性。拥抱和扩展一个人的意识和觉知是一个改变的旅程，它引导个人将他们的意识提升到更高的神圣理解状态，这就是你超越物质领域限制的方式。这个过程涉及深入探究内在的自我，探索你意识的广阔领域，并与渗透到所有存在的神圣之光能量联系起来。透过体现上帝之光所发出的爱，与神圣源头更深入的联系，使您能够深刻洞察存在的奥秘。我现在将与您分享紫罗兰火焰，让它扩展你的意识和觉知，并治愈你的心灵，保护你和爱浸润你。让它打开你对增强意识和觉知的新理解，让它提升你进入基督意识的更高之光，并将你的心封印在你内在神圣的爱和光之中。我非常爱你们所有人，感谢您的这次传输，谢谢。我是圣哲曼，在这里以爱服务，愿平和与爱与你同在。来自扬声大师圣哲曼的祝福。 I am Saint Germain，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二，圣哲曼懂得如何活好每一刻。来自天使与光聊，来自地球的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是圣哲曼，我再次带来我的紫罗兰火焰，让此刻的你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我们不会一直说你们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因为你已经知道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们每个人都要照顾好自己，从你已经学到的所有知识中选择一切好的、一切合适的，以确保你的安全。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技术，请再次使用它们，感受你身体中的每一个。现在不用担心互相照顾，现在是照顾好自己的时候了。这是关于清洗或净化您体内被丢弃的所有东西。照顾好自己，放松身心，不要对自己要求太多，别对自己要求那么高。行走时需要小心，但不要紧张，它必须是轻的，因为必须做而做某件事违背自己的内心，并没有太大好处。心需要齐心协力，愿你的心在那一刻充满喜乐。所以不要被控制娃娃，所以不要成为被命令的傀儡。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时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已经在这里说过几次了，但总是值得重复。对一个人有利的事情不一定对另一个人不利，所以让你们每个人都去寻找那些能为你的内心带来快乐的东西。它并不是做所有事情，只是因为我们这么说。你需要带着喜悦、轻松、用心去做。如果没有，那就没有意义了。你做得很紧张，做得不深入，你以为你没事，但其实不然。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很紧张、担心，我甚至会说害怕。感到害怕不被禁止，只是你不能让自己被这种能量带走，因为它会成长并主宰你。恐惧是强大的，而且是从外面喂的，但偶尔感到害怕是可以的。试着连接到你的神圣存在，并请求它帮助你克服恐惧，或向我们任何人寻求帮助，我们会立即帮助您活好每一刻。你常常需要经历一些明知不好的感觉，但正是经历这些感受，才能让你意识到下一步该做什么，怎样做才能消除所经历的一切祸事。
不要太限制自己，别给自己设限那么多。知道如何用心度过每一刻，你们还不是第五次元的生命存在，不足以不经历或体验到低震动的感觉。你还是经历过很多次了。重要的是，不要每时每刻都生气。他是认识到那个时刻，看看是什么导致了那种感觉，然后寻找它，而不是重复它。这就是智慧。这不是逃避，也不是强迫。你需要让很多事情都出来。很多感觉都是从过去提起来回顾的，但它们并不是好的感觉。因此，你需要经历那一刻，分析它，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避免再次重蹈覆辙，将其视为一种学习经验。用爱心度过每一刻。如果你的愤怒越多，消除它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要意识到活好每一刻。你仍然会经历很多情绪低落的时刻。这将是正常的。因为你还在学习路上。还没人准备好。只是永远不要忘记。您始终得到我们的帮助。你不能做的就是震动这种感觉并继续滋养它。那是不可能的。生活、学习，仅此而已。那一刻过去了，现在别为它了。不要鼓励它。因为那样的话，你将为你的未来做出错误的选择。这是一个伟大学习的时代。困难时期即将到来，并且将会到来，而且你无法微笑着面对一切，会有悲伤的时刻，也会有痛苦的时刻，但它们只能被养活，不能被喂食。透过这种方式，你将学会如何生活，活在那个时刻，此时此地，以及下一刻，吸取教训并忘记它发生过。这就是你需要做的。别对自己那么严格，别对自己那么难，因为这不是你成长和发展的方式。这需要爱，主要是对自己。不要过度评判自己，不要过度批评自己。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认识到错误是你能得到的最大奖励。你不能做的就是重复错误。但如果你重复的话，不要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不要评判自己或打击自己。继续前进。下次尽量不要重复。就这样，你将一步一脚印地走向光明。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总是在一起，只是一念之间。愿平和与爱与你同在。来自扬声大师圣哲曼的祝福。 I am Saint Germain。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三，圣哲曼过着为源头服务的生活。通灵，丹尼尔斯克兰顿。我是圣哲曼，紫罗兰火焰的守护者。有生之年还活在物质生命现实中的你们，需要意识到你还有更多的部分是非物质的，并且在此刻与此生共存。你注定要锚定更多真实的自己。每当你在物质现实中找到值得你去爱的东西时，你就会这样做。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激励你内心爱的事物上时，你就会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真实面。而诀窍就在于不要依赖于你所爱的对象，让他保持在那种可爱的状态。诀窍是，要认识到你感受到的爱始终在你的内心，只是等待被启用，并耐心地等待你表达出来。你如何表达你的爱，使你成为源头的独特面向。这是同样的爱。
它是同样的东西，但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因为它是如此多维度，如此多方面，如此广阔，如此普遍，如此无限，以至于它需要你和其他人可以给予它的所有不同的表达形式。这就是为什么你不需要将你正在做的事情与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进行比较。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对人类、银河系和宇宙的爱。你不必做任何其他人所做的事情，而且你的表达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它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你的。因此，当你受到启发并进入内在时，当你发现内在的神性火花并表达出来时，你可以放心，其他人会对此做出回应。也许不会是每个人，但没关系。那些注定要接受它的人将会。那些想要体验你的书、你的电影、你的艺术作品、你的音乐的人会找到它，它也会找到他们。你会激励其他人去爱那些在他们之外的东西或事物，或看起来是无论如何的东西，这样他们就能获得他们真正的爱，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它。这就是连锁反应。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的联系方式，这就是地球上和整个宇宙的生命挂毯，我们时刻都在将自己编织进去。灵感接灵感，创造接创造。不要担心你应该做什么或你应该创造什么，而是继续寻找那些激发你内在爱的东西或事物，然后不要执着于它。相反，享受你内心的感觉，它代表了我们所有人的源头，并且希望不断地由你和透过你来表达。这就是你为源头服务的生活方式。来自扬声大师圣哲曼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四，圣哲曼，在你的生活和地球上创造奇迹。通灵，丹尼尔斯克兰顿。我是圣哲曼，紫罗兰火焰的守护者。你们都在透过一个正在转变的维度视角来体验地球上的生活。换句话说，你正在改变你感知现实的方式，这就是让你感知和体验的现实改变的原因。在某些情况下，您会看到它及时发生。你注意到奇迹是可能的。你注意到量子飞跃是可能的。你注意到自发性缓解是可能的，你越注意到这些事情，就越能持有更真实的自己观点。真实的自己知晓，而你正在寻求知道真实的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找到与真实自己和源头的一致性。为了做到这一点，有时你所要做的就是改变你对某件事的看法。你改变了你看待某件事的方式，你改变了你和他，你当然也改变了你对他的体验，然后你就没有什么可以抗拒的了。你没有什么好谴责的，你也没有什么好评断的，你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只有当你收回自己的力量时，你才能知道自己有多强大。再说一遍，真实的自己，整个自我是强大的，并且知道那种力量。没有面纱更容易知道，我会同意你的。因此，更高境界的人不会对你们有任何其他的期望，你们都想拥有被灵魂蒙蔽的体验。作为人类，你想知道为什么你要戴上遗忘面纱并尝试物理现实的体验。为什么你会想知道自己是与源头分离的？你有你的理由。你不必发现所有这些原因是什么，就能意识到你是正在和你玩游戏的人，也是你正在发现游戏规则的人。现在，
当你转变观点并且知道奇迹是可能的时，你就会与你想要体验的现实合而为一，并且你会意识到你所经历的现实并不那么坚实。它不会持久，甚至不是坐在你旁边的人向你报告他们的经历时所经历的现实。再说一遍，不同的视角，这就是地球上的存在方式。但一旦你意识到你可以站在那些似乎在生活中度过美好时光的人的角度，而不是怨恨他们，你就会收回你的力量。你从环境、条件，从那些希望你把权力交给他们的人那里收回你的权力，而且你这样做时不会对他们有任何怨恨，因为你知道他们在你的游戏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然后，你以一种觉醒的意识来生活，证据就在你周围，证据就在你的生命中，它存在于你的感受中，也存在于你与他人的人际关系中。当你改变看待他人的方式时，这些也会改变。我邀请你感受你的力量，寻找你的神圣联盟，体验你的偏好和你的创造的现实。我想让你知道，绝对没有什么能阻止你。我是圣哲曼，紫罗兰火焰的守护者。平和与爱与你们所有人同在。来自扬声大师，圣哲曼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